献上鲜花，鞠躬悼念。准总统赖清德出席八田雨衣逝世82周年追思活动，感念他建造乌山头水库，串联台日情谊。所以，当台湾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哇，921地震、台南地震、花莲地震，第一个来帮忙的，通通都是日本。细数过去台湾发生地震，日本总不忘伸出援手。520就职典礼在即，赖清德也喊话，未来将加强台日各面向合作。5月20号，我即将跟萧美琴副总统宣誓就职。我未来非常希望台湾能够跟日本能够加强各个面向的合作。第一个，可以从人民的交流、观光的人数能够迅速回到COVID-19 疫情之前，还有经济产业的合作。除了产业跟观光，区域和平稳定更是重中之重。最近岸田文雄首相认为台湾的安全是全世界的问题，台日两国更共同合作维护印太的区域和平稳定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，大家共同合作。众人齐聚缅怀八田雨衣，赖清德也借此喊话，520后台日关系将更加紧密。三立新闻刘伟霆、张美君台南报道。